哎呀，到这边算了，随便吃一点，太晚了。洽谈事情洽谈太晚了。马老师说吃碗拉面算了，不过感觉这家店挺不错，咱们进去看一看。感觉这家店还是蛮不错的。今天由于太晚，工作太晚，所以蛮累。吃个那个拉面，吃个拉面就可以。这家店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环境很不错。这个招待还是个老外，欧洲人。有没有烟火气啊？其实在拉面吧，在日本吃拉面是一种文化啊，不要以为龙哥怎么老是吃拉面，拉面好吃的拉面很多，而且口味都不一样。听说在日本有将近500-600种拉面，对吧？而且每种拉面的味道都不一样。看见吗？上面有个龙字。马老师说，凡是有龙字的店，都要过来尝一尝。龙哥嘛，龙字都要过来尝一尝，对吧？对。再去找一个什么龙字的那个餐厅，这个墙做的。应该给找俩人跟咱们一起去那剧组。找胖子。胖子我该打电话。过来。好有感觉的店呀，这种拉面店真的好有感觉。这个可以调整汁，焦黑色的汁，这是正常的，就黑白嘛。对，黑白，好吧，别往黑白扯，那就人家特意做的，然后特意做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店的特色，这是这店的特色。要吃面，这碗面1000日币啊。还有，可以搬走。然后马老师点的是白汤，对，正常的那个酱油。正常的酱油面，所以我开玩笑，我说老师，我们今天晚上点的是黑白配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弹幕支持一下啊！龙哥开始吃拉面，黑黢黢的，特制酱油，醤油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吃面条了，吃面条了。哇，什么好戏！
操！没戏。哎。对得起那名字招牌了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真的好吃，你拿个调羹，你喝喝我这个。真好吃，你来一点，来一样一样。味道怎么样？嗯，香哇！怎么样？太香了，这个面太好吃了，没有夸张啊，不是为了拍视频而先说的啊。一说话忘记拍张照片，算了，大不了一碗不够，再叫一碗的时候再拍。对，这点其实我看食物的时候有两个疑问，就是它器型，它那个底下那个托啊，衣服那块偏小一点。到后来我发现有的器型是这样，后来我发了三妹也说器型上，然后如果底面太大的也好，但后来发现底面大的应该是上面是个圆形或者折尖的，然后它那个底座里面那个大皮痕还在，那么光滑，我也有疑问了。后来我跟三妹把这事儿就跟马老师说，马老师说老的，就我有那个联系那个。我通话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就是最后确认是老的没有问题，哎，是这样。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这味道真的好，我想我明天又想过来吃一碗，真的好吃。推荐啊，这家店的店名，推荐大家过来尝一下啊。哎，我不清楚啊，黑烟向着水水非常高的。看见叫还是在看上的日本上那个和他写的很清楚的，我没有拍戏图，所以因为那个人挺那什么的，我不太方便第一次见面，所以我就直接拍了一个直接高度特务扫了。他喜欢的相声的话，我可以改天的话去拍个戏图，跟他约个时间，现在好远的地方啊，回个去趟不方便。太好了，选对了，第一个选择啊，可以啊，嗯，但正经的东京地狱炖饭竟然能这么成功，还是很神奇的，就因为有名字嘛，姓龙啊，对，就是应该龙的名字，嗯，对。
吃我的拉面，就结束今天的视频吧。筷子进来了，结束一下啊，然后让马老师吃饺子，吃吧。好了，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每日动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位的朋友们，好好休息啊。Thank you.